佢屬於上一回屬於職業，依家三點零吧。如果我計四點幾，即係話2022年最後得翻八個鐘頭。呢一年有咩發生？對我自己嚟講，嘅諗法喺上年啊。我出去跑步嗰陣，我一直我的左腳咧腳腫，因為有呢個水泡，但我冇理佢，跟住演變成為水腫。喂，跟住後屘睇醫生，睇咗都幾個鐘先至睇到凌晨三點先可以離開。之後成玩完四年頭嗰陣，玩咗十個鐘頭，唔係講笑。甚至嗰陣玩完四都好冇諗崩潰，點解咧？但係去到四五月幾嗰陣，成隻點俾啊？成隻 game 即係特翻。1000、2000幾嘅，每日都係多過3000喺度玩緊，甚至曾經最少人就係996個人，原本2000幾，跟住996，一路都係要同關飛機佬喺度玩。我改飛機佬咧，兩個飛機佬改咗名，前面加咗個叫咩咧？MYTH 呢個戰隊，話時話，我昨晚租去之地，好似見到四個 MYTH 組隊一齊玩。我見到有幾個都係變咗 MYTH， 甚至 L 嗰個叫咩啊 ？Louis Tang 又揸飛機嘅，又改名叫 MYTH， 仲有一個叫 Tony Shine。又是女仔嚟嘅，又是 MITH 嘅。呢、這個戰隊變數好似好出名啊！唔知係唔係，因為我見到好多都係用呢個名。呢個 smoke test 原名咩 volatile 嘅，即係佢拍過落嚟改咗幾多個名，個改唔改名都知佢係邊個。玩完四咁嘅，啱玩啦，啱啱好五個鐘。原本有一波，即係我玩咗三波條，但係開嚟嗰波條嚟玩下係，突然間又有場又有好唔舒服，又有廁所。少不了應該唔知啊，通常呢個狀況點一定係避免唔到嘅，好難避免。我琴日夜晚上七點幾 download 咗一個241 Hack HUD 啊。咁如果你即係你依家都係玩241嘅。但係，如果你玩214，呢個都嘗試。如果你玩214咧，係一定要用黑玩。如果你直接連正 game 玩係唔得嘅，直接連正 game 就話你連到線，多一句
那個公司已經熄咗，已經關閉咗個 server。無論你玩單機，或者多人 server 都玩唔到，你一定要 download 啲 Open Spy 或者 Hard 就可以玩。我 download 咗個 mod 咯，但係係裏面可以玩俄羅斯嘢，但係冇呢個 Square 卡。Square 卡肯要係玩呢個 mod 先有，普通係冇嘅。但我話閃退啊！最高嘅 block 就係50個對50個，都係架32對32嘅。但係只能夠玩正模，太難都可以玩，不過都有佢。就係要需要嗰啲 mod 先可以玩到。一般嚟講，你又冇 AI 可以玩太難。即使有 AI 玩泰坦冇乜用，因為 AI 根本唔會上泰坦嗰度，依然都係喺照樣喺地下度 PVP。唔知道點樣落機啊？甚至可以話一落去泰坦即刻就死咗。AI 即係好似依家 BF2 咁樣，如果 AI 炸上屋頂，咪會死嘅，因為 AI 唔上屋頂。最大件事係咩？呢一年大停電啦，後屘公公過咗幾日之後，公公過身，我依家婆婆屋企都裝咗個 CCTV， 係小米係有聲嘅 CCTV。睇一個 CCTV 嗰個鏡頭咧，個 camera 咧，上邊可以聽到嗰啲人講咩嘢。今日夜晚，表妹同埋佢阿媽就上到房間打邊爐，順便都聽到佢哋講咩。7:00幾打邊爐。即係1617/18夜晚11:30都，夜晚11:00都玩 BF。2015年嗰年，弱智都叫有冇人去影車，淨係得我自己一個影車。2015年仲是嗰晚咧，去咗天耀嗰間聯邦嗰度上，食完之後走落嚟嗰間。即係坐西鐵去尖沙咀嘅睇煙花，但喺落車之後，佢話咩要實施人流管制，尖沙咀極多人，個站入邊都好多人，出都出唔到去。只能夠在遠一點的位置看看煙花，最好看到拍完就拍完。後來自己一個走去拍車，我爸媽回家先，我走去屯門那裡拍車，拍完之後走回天水圍，再走去天耀那裡，後來凌晨3:00搭車回來。
瞓覺。前年2020年10月30日嘅，晚晚差唔多差11:09嘅夜晚，見到我哋嗰隊個簽下 Speak， 又係煲埋19，見到佢交。簽完之後咧，見到佢講咩 ？Happy birthday to you guys！ 佢應該想講 Happy New Year， 但唔識，就直接講 Happy birthday。人生日，邊個生日？但係應該打錯英文，但佢識英文嘅。1905年，係好似有考 BFE， 跟住去到倒數嗰陣，見到人講咩啊？十九咩光復香港時嘅革命，跟住即刻冇煙花。你望翻我2020年1月1日玩上海之後嗰陣時，你嗰度聽到。如果你開始扭大聲啲，你會聽到。應該窗出，應該有人喺屋企窗口出面係咁大嗌啊！如果唔係嘅話，點會聽得到咧？扭大聲啲就聽到嘅。我都試玩過一次2014年玩呢個咩 Fall of Berlin， 柏林嘅淪陷啦。2014啊，但係玩到完場，我即刻就閃退。應該個版本唔穩定，因為我 download 個版本係 beta 嘅。仲記得琴玩一張新地圖叫咩 Yellow Life， 點知一入個地圖即刻冇機啊，中毒喺度做。佢話咩？你啲電腦產生發生問題。又諗翻起以前咧，玩 BFD 去到一啲想玩嘅地圖，例如 Story Khan 啊，突然間藍畫面都冇機中一毒。之後係啊，呢一日咧。朝頭早喺6:05發出紅外線，我就知道咧，由12月頭嗰陣已經開始凍，凍到依家未凍。夜晚唔知啦，通常夜晚7:00-8:00嗰陣就好鬼凍，打冷震，跟住要著褸打機。做咗打機係好唔自然嘅，陣間翻到嚟即刻玩 BFE 2014咧。